平均每年呢，净增4.2匹，这个数量是还是比较快的。从最初的这个实验性放归，到后来的这个第二次放归，实践证明呢，通过我们监测，这些野马完全适应了我们敦煌西湖自然环境，而且呢，这个根据这个繁殖量和速度来说呢，是比较成功的。